今年市政府消防局伫咧日前举办着小小消防员体验营的活动，市长闵惠特别穿着义勇特搜队的制服到现场，和小朋友做伙来体验着闯关活动，希望借助和消防安全教育自细汉就来落实，嘛将正确的消防观念向下来扎根。小小消防员与神同行，用尽全身骨的力量在背伞啊，搁有天降奇兵，透过伞啊对高处慢慢降下。刚一起跳，吴明辉伫边啊为囡仔来加油打气。这是消防局举办的小小消防体验营现场，吸引超过50位的小朋友报名。市长吴明辉搁特别合囡仔来体验着消防的下水，现场欢笑声不断。今天看到孩子们还有家长们都玩得很开心，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来学习。我看到孩子尤其在爬上爬下，原本那害怕更可以深深体验到消防员的辛苦。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呼吁大家，真正有灾难来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围观，也请大家为我们的消防员能够建筑出一个好的环境，让他们能够专心救灾，所以不要围观，也不要在旁边指挥，只要由他们专业进入到该适当的地方，他们会用专业的技术来救灾。刚引起政府消防局设立10个关卡，包括第二绳索鞋匠体验、红地当红会教育三德、CPR 操作教学、在体验电玩小游戏。火焰大挑战、龙岩体验室、消防衫、警察、消防下水、翻杠机、天降奇兵、各有突击吊桥等等。市长闵惠嘛，带领小朋友一一来体验各项的关卡，透过动态的器材操作和静态的课程选择，参与活动的大朋友、小朋友拢感觉内容真精彩丰富，有够娱乐，受益良多。最新新闻，就听孙王小三加一起彩虹报道。